不止跟东森新闻合作，要从美西时间18号的除夕开始推出的吃货手机推荐年菜单元，洛杉矶的吃货小分队感谢美国华人一整年来的支持，还推出了过节红包跟福袋大礼。红包就是价值300美元的餐馆折扣，期限是3个月，而至于福袋好礼呢，价值甚至超过了数千美元。福袋呢，我们是分为两种，一个叫做萌妹子，一个叫做真吃货。他们的区别呢，就是在我们的福袋里面会放着不同的小的物件礼品。萌妹子呢，就是非常流行的日韩美妆。真吃货呢，就是属于很多很多非常非常超值的日韩的零食。但是两种福袋都有的东西是更加超值的存在。首先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现金券，代金券呢，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样子，北京元的，10元的一个代金券，这样子你可以带着这个代现金券来这里消费，然后可以实打实的享受到优惠。另外呢，我们还会有超值的大奖哦，就是最高的终极大奖是可以有高达1500刀的一个阿拉斯加的双人游极光游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像 Lady M 的蛋糕券啊，然后还有马里布酒庄的品酒和动物园游啊，还有私人飞机的一些免费的 training 啊，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超值、非常非常有趣的大礼惊喜在等着你。